你想干嘛？睡觉。我去洗下手。妈啊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刚买了点水果，正准备叫你们出去吃呢。我怎么感觉你在听墙根儿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你妈呢？妈妈刚好过来嘛。不过小左啊，你这英文讲的真不错，太久没有看到他的房间有这么好的学习氛围了，以后常来，多教教他。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，以后我会常和队队来看看你。说话算话啊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嗯。惨了。这个误会越来越深了。我还是跟阿姨说我是你假男朋友吧。那个唐天跟你更配，我先走。阿姨，等一下。看看你怎么这么经不起开玩笑呀？我们不是要学习吗？快开始吧。你中学时候的教材还在吗？拿出来看看吧。哦，在在在，你等会儿啊。保存的多好。你这个书可以拿书店里面卖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雨天蹭车的一个男生，我跟你说过的。长得这么丑吗？丑吗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画的关系，人家可帅了。是吗？怎么个帅法？忘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脸盲症有关系。当时我没看清，第二天想画的时候又不记得了。否则怎样？否则我肯定找到他。乐于助人、温柔善良、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他给你拿下，是吗？糟了，忘了这家伙不让我谈恋爱。但是呢，我现阶段我只爱学习。你早该对他动手了，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被相亲这种麻烦事了。套我话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只爱学习。我们学到哪儿了？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你先看一下这段吧。